原标题：朱自清诞辰120周年，生前太辛苦了。朱自清幼子朱思瑜在大会上发言，回忆他记忆中的父亲。在朱思瑜的印象中，朱自清生前过得太辛苦了。通过五则日记，我们得以窥见朱自清的生活与为人。本月支出570元，数目惊人。朱自清1941年三月日记米价高达400元，甚可谓生活越来越困难了。朱自清1941年四月日记1940年，朱自清的工资需要分担昆明和扬州的两个家。朱自清有过两次婚姻。记者注：他在上述日记里记下捉襟见肘的家计。由于朱思瑜母亲陈竹隐是成都人，且成都物价便宜，陈竹隐带着子女去成都居住。同年暑假，朱自清入暑与家人团聚一起。到成都两个月后，物价上涨，逐渐与昆明相当，还要负担扬州家人，经济十分困难。1939年八月，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、三子朱乔森、幼子朱思瑜前又设于昆明翠湖公园。当时朱自清在成都领取的离校休假月薪只有418元。11月，幼女朱荣俊出生。1941年，陈竹隐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，有收入帮助家用，这点在昆明是不容易做到的。虽然家境艰难，但朱自清在成都的一年多里，在国文教材上多有创作。他与老友合作，整理了多年国文教学的经验，合编了《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于阅读指导举于》三本书，为教好古诗词。朱自清认为自己要能写好旧体诗词，向黄慧文请教，从换句模拟入手，逐渐掌握作写旧体诗。在成都时，朱自清与叶圣陶、萧公权唱歌多首，收入悠闲国艺摘诗抄，健康健不如前，未及常作，精力锐减。1942年，朱自清至于平伯信。1941年秋，父亲离成都返昆明，到文科研究所独身居住。从那时起，直到1946年复原前，除有两年暑假回成都外，独居于昆明。1942年冬，昆明极冷，袍子已破，穿不出去，遂买赶马人的毡披风去学校睡觉当褥子，引路人侧目。但朱自清安然自得。彼时西南联大的教员普遍生活困顿，朱自清靠在昆明五华中学教国文补贴家用。独居昆明时期，朱自清上课要走20多里，营养不足，仍旧全力工作。但朱自清身体日衰，40余岁已壮似半老。在给老友于平伯的信中，朱自清谈到自己健康状况不似从前，但朱自清仍一面教课，一面做学术研究，写文章、诗言这边，经典长谈、新诗杂话、伦敦杂记都在昆明时完成。1945年，朱自清、罗庸、罗长培、闻一多、王立从左至右在昆明，除了病就是穷。1944年，朱思瑜兄妹三人同时身染重疾，朱自清卖掉一个砚台和碑帖，才凑足路费暑假赶回成都看望家人。1945年，朱自清在成都得知抗战胜利。8月10日晚，屋外传来鞭炮声，据说日本投降，饱受8年抗战的煎熬，成都人自发上街游行。朱思瑜跟着朱自清加入游行的队伍，但实际情况是，那天日本只是初步表示了投降意愿。前一日晚，日本天皇确定了保存天皇的体制下可以投降。日本东乡外相发表讲话，被美军在重庆的电台监听到，后转到成都，遂引起自发游行。朱思瑜大喜，朱自清游行回来以后跟妻子陈竹隐说，抗战胜利了，千万别打内战。此城惨绝人寰之事，自李公朴被刺后，于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，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，与手段如此之卑鄙。
此成何世界？朱自清1946年7月日记1946年夏，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结束，准备复员。朱自清回到成都，准备全家复员北平。七月中，从报纸得知闻一多被刺，朱自清十分震惊，在日记中记下上述悲愤之语。朱自清与闻一多同事多年，虽性格不同，可对闻一多为人为学都颇尊敬。闻一多手稿书写很工整，他一直想看。一次，朱自清到闻一多家去看，闻不在，他通过闻夫人看了手稿，一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。得知闻一多被害，朱自清接连写了两篇悼念文章。哎，他是不甘心的，我们也是不甘心的。这句话一再被写进他的文章。此外，他又写了一首以20年未写的新诗，歌颂文先生你是一团火。8月18日，朱自清不顾特务威胁，参加成都的闻一多纪念会，介绍文先生的生平业绩。回清华以后，朱自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编写闻一多全集。清华大学决定成立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，朱自清为编委会召集人、主委，全集实际工作由清华中文系同仁完成。朱自清花了大量的精力，并写了序和编后记。全集于1948年朱自清逝世前完成，此时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。我们既然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，就要采取直接的行动，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。朱自清1946年6月日记闻一多被刺后，朱自清对国民党统治和内战日益不满。事实，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，朱自清抱同情态度，多次签名支持。1948年6月，美国决定扶植日本，抗日战争刚胜利不到三年，此举受到广大中国人民反对。美国上海领事卞保德言论侮辱中国人民，扬言中国人吃饭都要靠美元面粉过日子，还要反对美国的政策。言论一出，国人郁愤，朱自清与多人一起签名拒绝领美元面粉，以示反对。当时签名的有上百人，仅清华就有多人，如张奚若、金岳霖、吴晗、陈梦家、李广田、余冠英等知名学者。朱自清在日记中表述自己的决心，纵使生活费削减，反美之心不移。当时朱自清每月工资只能买3袋多面粉，自知此举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损失，但他认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当如是。当时朱自清已病重，2月后便去世，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愁肠近黄昏。到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去世前的遗失，自抗战以后，朱自清便常犯胃病，胃疼频发。返北平后，一开始到清华校医院取药，校长秘书会中医，朱自清请他开中药吃。饮食方面，家里常特别为朱自清做菜，其余家人不吃。朱思瑜的任务是把奶粉冲给父亲喝。及至1948年，朱自清胃病愈演愈烈，一饭就吐，一吐就躺在床上，几日动弹不得。一日夜突犯病，第二天有课，只能让三子到教室里递病假条。1948年找大夫看过，大夫说你这个胃得开刀，但家人不敢让朱自清开刀去，只能养着。结果愈发严重，但朱自清仍坚持工作，系里教学及杂物未有懈怠，编闻一多全集，写文章，参加各种会议讲演。此外，又完成了标准与尺度、论雅俗共赏、语文零诗3本书。1947年朱自清后排左二，与家人在清华大学留影。1948年6月反美赴日签名前几日，朱自清体重已不足39公斤。到7月15日连续参加3个会，上午文先生全集编辑结束，宣布编委会解散，下午教授会，晚上文先生遇难2周年纪念会。
7月23日还参加一个座谈会，朱自清扶着手杖，脸色苍白，背脊弯得厉害，发言也只能低声说话，朋友看见都大吃一惊。在朱思雨眼中，父亲生前给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太辛苦了。朱自清三子朱乔森认为朱自清是一个倦者，倦者他是工作有所不为，清白做人。在朱思雨看来，朱自清就是这样，尤其是有所不为，从不敷衍趋势。抗战中曾有人要他去重庆做官，被他严辞拒绝，与国民党政治有关的事都拒绝参与。他做事特别严肃认真，公私分明，绝对不占公家的便宜，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。朱自清去世前，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他这句改写李商隐的对句。本文根据朱思雨现场发言整理，未经讲者审定，作者新京报记者沈和熙，编辑李永博，校对吴兴发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